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无双版啊，一个六剧情的修仙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玩法啊。这里呢是由这个不动游行的盘头老板点播的啊。这个玩法呢大致给各位介绍介绍，就是说呢你开场爆什么道具，然后呢攻击性的啊，你关底的 boss 呢就得用这个道具击杀啊，然后最后必须得是手撕武神啊，跟他打这个一顿防御反击通关啊，这样的话呢一个难度。各位呢如果是对这个难度感兴趣啊，不要忘了在看视频的同时啊，免费的赞呢给走一走，然后呢没点关注的兄弟呢帮忙给整一整关注，咱们呢来看一看嫂子一家。第一关的三 boss 啊，手底 boss 刘备一家啊，然后呢我是先开 BCD， 先把三怪的血量呢往一起平衡平衡啊。虽然说呢这三个 boss 呢咱们杀一个就能过关了，不过呢咱们得尽量的多杀一杀啊，这个毕竟干一次嘛，对吧，尽量全给他拿下。好，这里呢我是扔一个毒气，然后扔了一个招安，用这个曹彰再扒拉扒拉点血量，这里呢先扒拉扒拉刘备，好，再扒拉一下嫂子，再扒拉一下阿斗，因为阿斗的血量最后 OK， 之后呢换回来，因为我怕被刘备爆死，咱们呢先给刘备一个飞碟，然后呢控点刘备的血，四六位上下 A， 最后呢窜出来刘备毒死，看一眼道具啊，感觉扔莲花也不得，扔啥也不得，这里扔了个莲花没打倒刘备，还是上了个曹彰啊，冒着被这个大哥一下爆死的风险啊，拿曹彰扒了啊，我是不敢动啊，我就在这行，你乐意来不来啊。好，这里呢嫂子来了，先给嫂子个两扫，再给阿斗一个三扫，好，阿斗的血量已经拉下来了，然后呢继续嫂子的血量再往下拉了，谁给我个电炮 啊，阿斗给我个电炮，然后现在差大哥的血量了，咱们看看大哥的血量拉一拉飞盘啊。好，飞盘之后呢阿斗不中，因为身身太低，嫂子中了呢血够，这样呢一家三口一人剩5000滴血，然后咱们用莲花再平衡血量，好，血量平衡的非常一般啊，咱们这里呢下来继续飞碟再平衡血量，因为这个嫂子很明显还能扛一个飞碟，然后呢给个6 6 6 A， 2200 1100 5300差不多了，咱们起手。这一关呢开场爆的道具呢是天使符，我就不给各位剪切了，你看我用哪个开场爆的就是哪个啊。之后呢这里呢我是肯定想先烧阿斗，但是很明显呢阿斗烧不着，对吧，阿斗这个身形啊就那么回事了，那咱们呢只能啊让他变成这个小孤 A 了啊。好，可以看到是吧，把这个嫂子跟这个刘备全部烧倒，这样呢第一关就拿下了啊，这个玩法呢就是如此。 OK， 咱们来看看下一关啊，哎这其实也能烧着啊，看看下一关呢是用什么道具击杀。这一关呢随到了第三关啊，这一关的怪呢还是比较菜的啊，这一关呢用什么道具感觉问题都不大，因为这两个呢是原版的两个 boss。 然后这里简单说一说我为什么选吕布啊，因为像这种节目的一个难度的话呢你得从后往前琢磨啊，首先呢就是啊防反击杀这个武神啊，这是最关键的。那么呢你得选一个防反击杀武神呢比较容易的一个角色，这个吕布呢就是其中之一。第二点的话呢你再结合，因为呢你关底呢你要最后控血量用这个道具击杀，那毫无疑问呢吕布的三人机技能以身一也是控血加上这个骑手的一大神器，这样的话呢两相一结合，那么呢毫无疑问吕布就是这个节目玩法的一个最好人选，你看是吧，思路这不一下就有了吗。 OK， 咱们这里呢先控一下傻狗的血量，好，把傻狗血量控到16，然后不用再控了，死了，这里又撞了一下土雷炸啊，那可见呢这关出门爆的第一个道具攻击性呢是土雷，这样呢利用土雷炸弹啊先炸掉了一个傻狗，然后啊再把这个张辽的血量拉低，再炸一下张辽也就完事了。好，把这个大狗扒拉飞，然后呢这现在已经是小灯子套装了啊，不算特别标准的灯子套装，等会过关的把这个酒壶一吃啊就是纯粹的灯子套装了。好，打这个张辽呢也是一个小连招啊，4下 A 4 6 A 4 下 A 4 6 A 收个41就完事了，等他起身跳再来。好，这里收一个小的41，想把他往左打没打出来，然后呢46 A 放倒，46 A 放倒往反撞，然后继续 A 46 A 放倒炸，好，再给他变个尸，反正这雷下关也没用了。 OK，这样呢可以看到呢这个第三关啊很明显的完成的要比这个第一关的这个一家三口要轻松的多。 OK， 咱们来看看下一关啊，把两个兵打到板边卡住啊，然后呢遇见这个夏侯渊，我看这关好像又是土雷啊，因为正常的话呢我是不会捡这个炸弹的，飞盘起手调毒气 A46A 撞46A 撞
然后呢多撞，好，这里不能撞了，下一撞的话呢就是无名火，咱们呢还得先合个衣服，虽然说呢这个模式呢难度不太高，但是呢衣服呢也是必须要来一个的，飞盘击肘撞，然后呢直接调背面三扔啊，先扔给你先一三扔，求一个稳，好，这样呢把这个啥，把这个衣服合上，然后独等起手直接往右开 AAA 46A、被这个大狗阻拦了，没事，咱们呢上来再打个毒气，这下中了，但是可能不会晕，哎，还真晕了，那我还不凑你，还等啥呢？好，直接四条 S6A， 再四条 S6A， 扒了个平 A， 打个毒气 ，A， 好，血量控制，然后三个雷肯定是给我炸死了，银神一上他脸上炸他，你看着吧，这就是这个吕布的好处，还是控个飞盘吧，万一没炸死就坏了。OK， 这样呢，飞盘之后呢，用这个土雷哐哐的直接炸两下，好，这样呢，这个夏侯渊就带走了，然后咱们捡个雷啊，没准下关还是雷。OK， 看看下一关呢，随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继续干。所以那个多丁州开场呢直接来一个这个小风叔啊，咱们的小风叔呢把这个孙权啊直接呢干倒，先消耗他点血量，这一关的好处就是，哎呦地还有个风叔没看着，捡起来扔好了，没看着啊，看着的话直接捡起来撇了，好，再扔个风叔，这是呢前面存的这个比较多样化的一个天书，然后再来个火叔，这个火叔呢慢点扔啊，别把这个孙权烧死了，烧死就坏了，你看是吧，这火叔扔的慢，孙权就没烧死啊，非常的有造纸，现在该包 BCD 了，我直接扔了个隐身衣啊，其实包 BCD 也行，包 BCD 的话呢无限隐身衣，扔一个隐身衣反正也行，都这玩意儿，打个毒气，然后呢后边给我个炸弹人，问题不大，咱们这里呢调个飞碟，再飞一飞这个孙权啊，打个上下 A， 好，平 A， 还有3700滴血啊，这关的话呢如果你看我包里的道具啊，你应该能看出来啊是咋回事，这一个撞是700，有点难受啊，因为呢意味着再一个撞死了，然后呢等一盘傀儡控一下血量吧，这时候得打个空阵 A 了，这实在是没办法了，打了个隐身一，然后呢还是不行啊、空阵 A 没阵着、反倒把黄盖撞了，还得定住，不定住的话白扯，哎，这地下有个心爱大虾，赶紧捡上心爱大虾，然后呢往上走位，俩怪分开，傀儡定住，空阵 A， 哎来了啊，五滴血正好剩200，咱们来看看隐身大虾出场走，哎呀躲过去了，大虾出场走，搞定，你看是吧，大虾轻松带走了孙权，那剩你了，你还瞅啥呢黄盖，还看戏呢啊，还搁这啥给我等菜呢，好，直接把加血捡上，抽奖直接撇了吧，没啥用、又抽了个电书，没用啊，我现在缺的是石头书，抽电书啥用没有，直接扔一个这个啥，扔一个召唤状，然后呢四下 S6A 滑，往左四下 S6A 滑，然后撞一个战友金捡上，调个毒一桶毒上，然后继续揍，四下 S6A 啊，这里不敢使劲揍了，准备呢控血量了，我再给他揍死万一。然后先看看一个电炮是多少血，一个电炮是1100，这里撞还有2600，咱们来看啊，给一个电炮1100，再给一个电炮剩400，哐哐两个虾也就够了。咱们看看撞多少血啊，万一正好能抠够了，就不用费那个劲了，撞，哎。我撞这个玩意儿是厉害啊，撞，哎我坏了，再撞是900，现在剩600了，刚才一个空阵 A 是500，咱们再看看能不能空阵是吧，这三个大虾的话不一定能打死，来了直接来大虾，哎300还行，呵呵，来可以啊，等一盘他还会回来的啊，走，这里呢成功抓到了黄盖这个钻的一个破钉啊，他这是正好钻一整圈，完了还会回来啊，咱们呢洞悉了一切，直接一手大虾掏他回了那个点啊，轻松带走。好，看看下一关，下一关呢随到了石荆州啊，咱们这里呢直接来，好，连续的这个沙漠壳啊，这一关的话呢看看随到了什么道具，我这里呢很明显在压低这个关羽的血量，看反正啊，把关羽的血量呢给他往死压低，这不傻吗，这个沙漠壳换的有点傻，但是不影响，咱们拉开距离接着饿，这个关羽就来了，我就笑，有病就打死我，好，继续笑，大牛，好，给关羽控制19000啊，然后呢再一个下山 A， 坏了，空大劲了，现在不能再笑了，再笑关羽死了，咱们这里呢直接调一个这个飞碟，扔个隐身衣啊，然后呢直接起手刘备给关羽扒了飞，好，关羽的血量剩1800，咱们呢继续揍这个刘备，关羽你可别过来啊，你跟你大哥等会儿得一起死啊，我必须得完成你们的誓言啊，同年同月同日死，好，之后呢往下走，
过来，飞碟捡起来，这飞碟不能飞了，这飞碟一飞就给这个关羽飞死了。再隐身衣，可以看到是吧？这个隐身衣非常好用，虽然说貂蝉的傀儡也好用，但是呢，貂蝉呢做不到这个最后手撕武神。好，来吧，一把张灵剑啊，直接呢送对哥俩同时死亡啊。这一关呢很明显呢，这关的道具呢包的就是张灵剑啊。好，这样呢把哥俩拿下，咱们呢这关也就是稳稳带走了。咱们来看看游戏的第七关。这关呢是曹操、刘备、孙权啊三个 boss 齐聚。好，咱们来看一看啊，这关什么道具？咱们呢先用这个吕布，先把这个其中一个怪的血量拉低。这关呢因为只需要杀一个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咱们呢不用全杀啊。因为呢这关如果你想把这三个怪的血量控到一致啊，那可太难。好，现在呢就是吕布电啊，用吕布令召唤吕布疯狂的电，可以看到呢这个刘备孙权的血量掉的一样，曹操的血量呢很明显就是掉的是比他俩多得多。好，再给电，等一拍再给电，还能电一下，如果对面加血就电着了啊，起身没动那也电着了，还有25000，25000的话呢挑司马懿，哎加血了37000了。好，开始笑啊，司马懿这里呢一次可以笑8000滴血啊，这样的话呢司马懿控血还是不错的，再控8000，还能控8000，再笑一下，有没有这8000？没扒上，再8000，好扒上了，然后准备我看这关又是大侠，要不然我包里不能存这玩意儿啊，扔个毒气撞 A 撞 A 1500，然后呢再来个撞200，好可以，血量控制极其完美，1100直接扔啊，因为这个1100呢最后我是手撕武神啊，手撕武神的话呢就是不用道具打，这样的话呢最后的1100呢也就没有大用了，所以说呢莫不如在这扔了，因为这个道具的1100啊比吕布的1100呢要持久的多啊。好，咱们最后一关呢也就不看别的 boss 了，咱们呢直接来看这个重头戏，最后的葫芦精啊带着这个武神开场，直接用这个棍儿往下一扔，然后啊看一眼身上道具，直接是爆 BCD 然后喝酒，这样呢来开始输出隐身衣 6A46A6A46A 反复循环，然后再来，可以看到呢这也是吕布呢标准打最终双 boss 的一个打法，极其标准，一个酒壶呢能干对面8000滴血啊，然后呢大概几个酒壶就搞定了，反正呢就是反复循环，然后连招期间呢喝好酒就完事了，很简单。好，这里呢喝酒啊，我这里往左戳一下子，我酒呢喝酒啊，为啥没喝酒 啊？好，喝酒了，然后呢爆气隐身锤，喝酒锤，再喝酒再锤啊，再隐身啊，每打一套连招最后一式平 A 收完了就隐身就完事了。好，继续催，这里呢给他催隐身也无所谓啊，因为我方的道具呢最后都不能打武神用，我这里呢一升级还给武神一个出大地啊，都不能打武神用，所以呢索性呢就直接让对面隐身了啊，我这里又催了这个武神一下子啊，倒是不太影响啊，但是呢好像不应该催人家，这里隐身没出来完了，这样的话呢又少一命啊，因为这个待会儿的这个抠武神啊，他咋说呢，他这个命越少越危险，因为对面打咱们呢是一下一个，你在不用道具期间打武神只能以防反起手，你防反起手的话呢那很明显是吧，只要一失误那么呢这个一命就没了啊，我这里呢直接是穿隐身衣了，然后呢把这个气再用一用，扔隐身衣调个动数，等对面出来咱们这些动数给他打死，完了就是一个武神战了。好，动数变了个鸭子，我这里呢最后时刻呢给自己留了四个气啊，打武神的时候以防以备不时之需，因为的话呢这个吕布呢你不爆气打武神的输出非常低，一套只能打10000啊，得打他15套能打死就不错了。咱们来看啊，勾引他防反啊，14几开始的打到13几，10000都不到，看不着再来，然后呢对面这个就用 AB 躲啊，这个吕布的这个 AB 时间也够长，然后继续方法，你看到是吧，很容易就失误的话一刀就划死，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节目呢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最后呢继续再等，而且你看这个武神啊，他如果不出招往你脸上走你是非常难受的，你开 AB 他还不出招，那么呢你只能靠隐身衣走位啊，这样的话呢又形成了一个要气的一个局势，这里呢1365，咱们来看这一套剧情多少血啊，
这个气反正先爆后爆都一样啊，区别都不大啊。这里又来了啊，我这后爆的好处呢，就是能防一个他往脸上走，但是呢，你这个气呢越爆，他这个输出越低啊。最后对面的必杀，咱们赶紧 AB， 然后看看1344，嗯，这家伙，然后再不是人了啊。好，直接爆了个气，然后继续防反。等会儿把酒也喝了啊，来了。你看这一套是打10000滴血啊，完了继续再防反 ，AB 躲一下对面的刀，再 AB， 然后把酒一喝，好继续。哎，这对面这个隐身又闪后了啊！这下闪后的话呢，如果这个没反应过来，这一刀可能又没了。而且的话呢，随着这个啥，随着这个对面的这个你俩这个打仗的时间延长，你这个血量呢慢慢 AB 也会扣没的啊，这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点。这里呢继续防反46A 6A 46A， 而且这怪还会加血啊，这怪像你不用这个道具的情况之下啊，什么冻出控了什么之类的，这基本上啊最后都会加个2-3次血啊。这里呢是直接跟对面抢了一招啊，因为防反的话呢，你没防住 NA 那肯定就抢过了，如果后续你没反应过来，那么的话呢，你这个可能就被他揍死了。好，这里接着跑，继续 AB， 可以看到是吧？已经 AB 了半条血了啊！这个战斗再持续一会儿的话呢，可能啊 AB 的血量都不够了。好，再给一套，剩49000了，继续再防。1、2、3，没气了，等会儿上来爆个气。哎，你可别朝我走啊！朝我走，我最后这个气输出不了了。好，防反。好，爆气，增加输出。哎哎，你看都不出招了，好，再防反6A 46A 平 A， 然后继续。哎，这招好啊，这招的话是白打，这招能打七套连招，这招可太好了。好，还有最后一套，防反别加血，躺下。哎呀，还剩600，别着急。哎呦，你看是吧，这个玩意儿时间器能用啊，像那种时间器酒壶啊，这种就是不输出的道具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什么隐身衣、飞盘、动物书、什么张灵剑、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些玩意儿撇不了。好，之后呢再给一套，然后继续防反，又加血了。你看是吧，这玩意儿根本就扛不住啊，而且它的加血是无敌的，打断不了。好，最后再给一套。哎哎呀，再给一套，再见，别起来啊。好，可以看到是吧，轻轻松松啊，把这个最后的武神啊拿下了。这里呢就这个节目啊还是比较的这个娱乐的同时啊还兼顾了一个这个通关的难度。这里呢也是感谢这个不动游星的螃蟹头老板啊一个点播，也是呢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啊。各位呢如果还没点赞，记得呢免费的赞给网上走一走啊，关注呢也可以没点关注的网上关一关。好，伴随着通关画面，咱们今天的视频又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